好，Hello, 大家好，这是我们得到的直播间，大家可能观察到了，跟平时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做了一点特殊的小小的准备，因为今天确实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时刻。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课在上周超过了三十万人，这就是毫无疑问全球最大的经济学课堂。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特别的直播仪式。 那看到预告的进来的同学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马东老师啊。马东老师跟哎，反正我们三个人关系比较乱哈，就我就这么说吧。最近我在重听薛兆丰老师的课，哎，他其中有一讲讲的就很有意思。请问啊，请听题：老鹰是要吃小鸡的，人也是要吃小鸡的，那请问有什么不一样嘞？啊，按照经济学家的看法，它的区别在于。 老鹰吃了一只小鸡，世界上就少了一只小鸡。但是人要是吃了一只小鸡呢？按照薛兆丰老师的说法，就是他会想办法，一定要多养出一只鸡。哎，所以你看，这个动物它消耗资源，消耗了就消耗了。人往往越消耗资源，要么就是资源越来越多，要么就是替代品出现的越来越快。 啊，这就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跟我们直觉判断世界非常大的不同。薛老师一年的课程里面有大量这样非常让人开脑洞的例子，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一般来说，一个老师送出去就不会再多一个老师。<laughs> 但是呢，我们是人类、啊，所以我们不仅送出去一只小鸡。啊 他又牵回来一只小鸡，<laughs>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把薛老师送去奇葩说啊，结果把马东拉回来给我们做一场直播，这就是今天晚上。好，我知道你们也不想看我了，现在我们请出今天晚上直播的主持人小七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流程，然后你们等待的马东老师就会上场，有请小七。 啊，uh, 你好，我是薛兆丰经济学课的主编，我叫小七。啊、uh,，非常感谢三十万名同学的支持和推荐。当然，如果你现在还不是经济学课的呃拥护，也非常感谢你愿意来参与到这场直播里来分享我们的收获和喜悦。啊、uh,，接下来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本场直播的流程。本场直播会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要请出我们今天重要的嘉宾马东老师。 马东是薛呃是奇葩说的主持人，但是他也是薛兆丰经济学课的一位超级用户。今天他会作为薛兆丰经济学课的呃学生代表，跟大家分享一下，<laughs>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学习经济学的，他对经济学的理解，以及学习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薛老师会出来回答我们用户的问题。如果你最近关关注我们的直播预告，就会发现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去征集用户的真实的问题啊、呃，这些问题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都是大家最近真正关心、真正困扰着大家的问题。然后薛老师会从经济学的视角带你一一拆解，看看这些问题怎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找到思考方式和解决的思路。 那第三个环节呢，我们最后还是要请出马东老师，我会代表我们得到的用户问马东老师三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为听说马老师特别爱薛老师啊，这三个问题很可能就是一场考验，大家拭目以待。好，既然是感谢，总要有一点特别的礼物，然后这这次三十万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本限量版的薛兆丰经济学课这本书。 为什么说它是限量版呢？因为它里面有薛兆丰、罗振宇和马东的联合签名。 就是可以说是全球限量三十本，不会再有了。嗯、呃、嗯、呃，怎么才能拿到呢？你现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然后我们会随机抽取三十位，我会分分为三次来公布这个获奖名单。祝你好运！另外，我还要提醒一句，这场直播没有回放，所以你一定要认真收看。也欢迎你点击右上右上角的分享按钮，邀请你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场感谢仪式里来。感谢大家，接下来就有请马东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你不在，就我一个人说啊？对啊，有人在。哦，嗨。<laughs> 根据薛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这本书应该不会就三十本，因为如果大家都很抢的话，我相信我们仨怎么也能凑到一块儿，再签个一千多本啊什么的。啊、嗯，那个，对，我是那个薛教授的学生，啊，我是他那个经济学课的超级。 啊，用户啊，然后呃，为什么就是买最早买了他的课程呢？是因为我看过别的经济学家的书，我看不懂，或者说只能看懂一少部分。然后结果我觉得听比看要更好，我就开始听。结果我我发现居然他说的事儿我大部分能听懂，然、啊、后这就是那一切的开始。嗯，还有就是他在课程当中说过一句话，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事与愿违的科学。 啊，这句话非常触动我，因为我发现我我经常做那些事与愿违的事儿，嗯、呃，我周围的人也在犯着各种各样，啊，好心没有做成好事的那种错误，也都是事与愿违的错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把我们所有人变得更聪明一点的一位教授。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啊，女性受众比较多，我们对啊嘉宾的形象是有要求的。 奥松除外，啊、嗯，啊、嗯，我们上一次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罗振宇来的那一次，嗯、然后呃，学了薛教授的经济学课程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嗯用最少的成本请到一位既能提供信息量、知识、智慧，同时又长得没那么难看的啊、嗯、嘉宾，所以就有了我跟薛教授的那个第一次见面。 我是就说这些吗？还是我要把见面的过程都说了？小七，就说这些了哈。然后我应该怎么着？你应该说说结尾还要跟大家。啊对，啊别走开，那个，<laughs> <laughs> 对他们嗯嗯，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他们不会让我就上来这一次的，嗯、他们不会放我走。然后所以一会儿薛教授跟大家交流之后，啊薛教授还来准备问我三个尖锐的问题，我也会。 回敬薛教授一个尖锐的问题，所以也许这这是薛教授课程里面的彩蛋，也是比较值钱的那一部分。别走开，嗯，可以吗？来，来，我们有请薛兆丰教授。谢谢马东老师。好，大家好，终于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开始啊、呃、今天的直播。感谢三十万啊、呃、学员。实际上呢，我在。 以前的专栏里面曾经说过啊、呃，我不太想做说感谢的话，因为大家学到这个知识呢，大家还是得到更多。一个学校，他能够办十年、办一百年，做校庆的时候，他不会说感谢这个同学，而是同学感谢这个办学的人，当然也感谢这个老师，老师也感谢办学的人。实际上，我们呢，我希望今天呢，是我跟大家一起感谢得到这个平台，它能够。 给我们做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啊、呃、空间，能够让我把以前我在北大上课的内容，只是跟一个很小的受众能够教育的内容呢，能够传播给大家。我也在专栏里面曾经有过一集说过，大学不应该有围墙。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得到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把以前在大学范围里面的内容啊传播出去。 那么今天当然非常高兴能够请到罗老师来给我们做啊、呃、开场，也特别高兴请到马东老师来做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嘉宾。所以呢，为了提醒大家呢，哦、我一般会判断啊、呃，街上认识我的人是在哪儿认识的。一个如果叫我啊。呃 叫名字的那是其原来已经认识的朋友。如果一般叫薛老师的，那很可能是北大的学生；如果叫薛教授的，很可能就是看《奇葩说》来的人。最近叫薛教授的特别多，啊、嗯，所以呢，啊，今天请到马东老师来呢，要。 我我现在在别的地方讲，他们都是会讲这个奇葩说。我要提醒嘛，呃，大家呢，这是这个得到的现场，不是奇葩说的现场，所以要叫马东老师呢不要带这个沐浴过来哈。我们这是一个讲课。那么呃，一开始呢是、呃、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呃，离开大家有差不多大半年了，八个月了。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直播。这段时间以来呢，我做过什么事情？我做过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啊、呃，编辑好了这本书，就是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啊、呃，这本书呢出来的时候呢，本来以为是很容易做的，因为我们这个专栏的内容已经呈现在啊、呃，已经已经全集已经做完了，也有逐字稿。我们想想呢，只要编辑一下，呃。 取舍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呢，编辑这个过程呢非常呃非常花时间，我们花了五做了五六版，最后才啊、呃、才推出，在六月份的时候推出。然后呢，我们做了这个啊、呃、在菜市场的首发仪式，还拍了一个短短的视频，那也花了花了一点时间。接着呢，就上奇葩说，那又是一个啊、呃、全新的挑战。待会我还会讲到这个故事，然后当中呢有几次出访。 啊，去啊，去美国，去欧洲，呃，去看呃，看一些企业，看一些投资项目等等。那这大半年就是这么过的。那么，呃，今天的这个直播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课程的主要的内容全集已经在在课程当中了。啊、呃，我们只要订阅这个课程，我们就能够看到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当个当中呢，啊、呃，逐字逐字稿呢有一百多万字，啊、呃。 编成这本书呢，编成这本书的内容大概这本书大概是二十多万字、三十万字，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的内容，它是精选的内容。所以呢，很多人同学问书跟专栏的关系，那就是我们最好就是专栏跟书加起来结合着看。如果喜欢先看从看入手的同学呢，先买书；喜欢听的同学呢，那可以先买这个专栏。这个专栏呢，是能够利用大家碎片化的时间。 来学习一个经济学的一个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好，这个课跟这个呃专栏的情况啊、呃，我说到这里。那么接着呢，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同学们提的问题非常踊跃，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归类，分三类吧。第一类就是讲啊、呃，关于经济学本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本身，我回答三个问题。第二类呢是关于个人的经济情况，比方说啊。呃 工作啊，比方说居住啊，比方说家庭啊，这这些问题我们怎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第三呢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现象的，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啊，那我挑三个比较多人问的问题来来做回答。大概我们的三个环节是这样安排。那么第一个呃小部分，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小部分是关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 那么第一个同学呢是天之恒同学问的，他说我们怎么训练我们自己将经济学的思维有效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决策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经常说经济学并不难学，难的地方在于一刻不忘的去使用它，在任何一个场景去使用它，经济学并不难理解。 难的是在于你得掂量它的轻重，你要知道它使用的场景，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适当的原理来来做使用。那么，啊、呃，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啊、呃，我们就要记住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给我们的教训。我经常说，啊、呃。 如果人生只能够学两门课，或者我们的现代人要做成为一位现代人，成为一位文明社会里面的人，我们要学什么样的知识呢？我觉得有两门知识是必备的，学了这两门知识，你才能够，只有学了这两门知识，你才能够说我是现代社会的人。一门呢就是物理学，一门呢是经济学。这两门课呢，最早我们接触的时候呢，是在啊、呃，经济学是呃呃，物理学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了，经济学呢。 呃，初中时候也开始学了，但是学的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强调，或者学习的方式不是那么那么到位啊、呃。结果呢，是大家对物理学的理解呢要远远深过对经济学的理解。这两门课程非常重要，它实际上呢是解决我们理解我们外在社会的两套规律。物理学呢给我们理解的，让我们学习的呢是一套。 没有人的社会里面运行的规律，学了物理学，你知道那个没有人的社会、没有人的世界里面运行的最基本的规律，这使你变成一个文明社会的人。而经济学呢，它让你了解有人的社会，在有人的社会里面，它发事物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那么刚才马东老师说的事与愿违，那是，在有人的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很很多人呢是会忘记这一点。 把、啊、愿望跟结果等同起来，以为有好的愿望就会有好的结果，其实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学习经济学，怎么回到刚才的问题？怎么才能有效的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和和和理解当中呢？我觉得要记住三个呃，记住四个关键字吧。第一个是选择。 我们总是要做选择的，人生总是要做选择。在选择的时候，你要在天平的两端加上不同的要素。在加这个要素的时候，如果你加错了、加漏了，那你很容易就做做错的决定。那怎么才能不加错、不加漏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见那些看不见的因素，要把那些看不见的因素把它加进来。这是具有经济学思维的人和没有经济学思维的人、缺乏经济学思维的人，经，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比方说，最近发生一个事情，大家呃吵得很厉害的，这是这个滴滴顺风车的呃意外的事件。这对这个意外事件，大家对滴滴顺风车的这个出事的概率就有一个批评，说它有风险。但是大家没有很好的考虑的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出事的概率又怎么样？出事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但它不被反映出来，不被统计出来。这时候我们要比较的，不是一个理想状态里面的一个呃。 事件是完全没有意外、完全没有犯罪的一个事件。我们要比较的是一个能够控制的、能够追溯的、能够反映出来的，呃呃，犯罪的几率和一个不受控制的、反映不出来的、不可见的一个市场。那哪一个市场更好呢？我觉得很多人在啊评论这个滴滴的顺风车的事件里面呢，就忘记了我们要去特别注意去看那些看不见的因素这一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呃要素呢是人性。学习经济学呢是实际上是对人性啊，让我们对人性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所谓对人性的理解呢，就是对人性的应变能力要做一个很好的理解。也就刚才马东老师说的，事与愿违。在物理世界有一个物体，你推动它，它就会它它就会动，给它一个力，它就会有一个运动的可能。 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呢，你推动一个人，你要影响一个人，这个人是会有反应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人的反应的可能性、反应的渠道、反应的方式，就会有更大的空间，他就会做出更充分的反应。这一点呢，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我们总是要把它啊考虑在内。比方说，现在我们遇到啊贸易的问题啊，有人要提高关税了。 提高关税本身，我们看上去是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就有充分的讨论说，说只要关税增加，只要那个 quota 的费用增加，也等于说运输的费用增加，这会无形中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第三定律。这时候呢，啊、呃，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可能反而能够促使我们中国有一批新的企业走出世界，走到全球进行布局。那这是关于人性的一个讨论。 还有一点呢，是关于因果的讨论。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见到相关性，就是比方说长头发的人，他可能是艺术家，艺术家跟长头发的人可能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他有相关性，但是因果性呢？谁决定谁决定谁呢？哪个因决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呢？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教育水平通常都比较高，但是。 发达国家水平教育水平比较高，是因为教育水平比较高使得他们发达呢，还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教育水平才变得高呢？这个因果关系啊、呃，我常常见到有很多人会犯一个错误。实际上呢，有很多研究表明呢，是一个国家它发达了以后，它的 GDP 增长了以后，教育水平才提高的。 而不是反过来，先有教育水平的提高，才有 GDP 提高。而这对于发展发展中国家来说呢，其实是个好消息，因为它用不着等到自己全全体呃人民的素质、教育素质提高到跟发达国家一样，他们的经济水平才才赶上来。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先发展经济，然后教育水平慢慢慢慢慢慢增加啊、呃，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呃呃角度去分析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比方说我，我、呃、啊上个上两个礼拜在欧洲区呃，在美国做做呃看路演，啊、呃，有一位华为的高管就跟我说，华为啊、呃、的公司做得很成功。那很多人就说，哦，你因为你华为有钱嘛，有钱当然做得成功了。那有钱跟成功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说他有钱就越做越成功呢，还是因为他成功了才有钱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呃、问题。他说呢，上华为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白手起家的。 他也是没钱的，只不过是他在做产品的迭迭代的时候，他的统筹做得特别好，他的周期特别短。这时候呢，能够让他赢得很多的时间，赢得很多的呃初创初始启动的资金。这时候他会慢慢变得有钱，而实际上的背后的逻辑呢，是他做得好，他才他才变得有钱。那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在使用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啊，要特别是要特别注意因和果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当然我，我们我们我们说这个呃专栏，我们今天的专栏做得好，那是因为水平高吗？这个课的内容好吗？这当然也是，当然另外一层的因果关系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你看的增长，那个用户增长的数量不断的增加，每天看着大家的留言的反馈，咱们整个课程的留言反馈到最后统计，据说有七千多万字，我自己都不相信，你要看看。但是。 数一下，确实有可能是这么多，因为每天的留言，每每一期的留言有上千条，每上千条有几百有有几百字的，有上千字的，加起来可能真有七千多字。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在同学们的参与下，那么这个专栏会越做越好。那么它的增长量很大部分呢是来自于同学们的口碑，这个是不是任何宣传可以做到的？所以这当中的因果关系呢，它也有一个也有一个双向的关系。 那么第四点非常重要，我觉得要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把经济学的思维考虑在内的是时间。很多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总是只看着一个刹那、一个瞬间，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范围内的效应。那么最近我们在我在奇葩说上做的一期辩论，说容不容许啊、呃、婚姻伴侣当中有人开小差。 啊、呃，马东老师跟其他的女神啊，梁老师啊，他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一方说不许开小差，我是说可以开小差。其实你想想，这是事实。你只要看看真实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不开小差？能开小差是多好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当中讲了一个原理，就是说大家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年轻人，他太理想化了。你要看的是，总是在挑选伴侣的时候，选的是。 一个对方的高点，看他的最高处；而我呢，总喜欢是看最低处，因为你打算跟这个人长期相处，你要看他啊、呃、没有化妆的样子，你要看他早上醒来还没有洗脸的样子，你要看他脾气不好的时候的样子。你看他的低最低的状态，他再坏也是到这个程度了。哎，我觉得我还是可能,能够理解，他变老了，我觉得他的样子、他的骨骼、他的外外形在变，差不多我还可以接受。那这样你才能够，你你你。你 这才是一个呃比较稳定的一个呃婚姻的状态和一个择偶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看时间，啊、呃、怎么把经济学的思维融入生活方式？四个关键字：要看选择，要看人性，要分辨因果，要有时间的概念。这是我的第一道题的的的一个回答。 第二道题呢，张真真同学呢，他就说啊、呃，在奇葩说当中呢，老师啊、呃，我就薛老师都是用各种经济学的思维看待生活啊、呃、的各种问题，非常理性。但这样会不会犯单一思维模式的错误？就像手里拿着把锤子来看待整个世界，看上去全是钉子。啊、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在我们的专栏课程里面，我一开始也说过，我自己是一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什么叫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皮靴尖到哪里，他们的国界线就到哪里。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个人不同的需求，两个人不同的需求，需求不同就会就会产生交易，有交易就会就会砍价，就会呃讨价还价，就会有尔虞我诈，两个人的世界就会有信息不对称。 这时候，整个世界所需要的要素就构成了，经济学所有的原理都能够用上了。所以，我自己是一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我认为，只要有两个人的世界，它经济学适用的原理，它就能够或多或少都能够用得上。更更多人在在监狱里面，哪怕是在监狱里面，货币你们就要用上，就有国际贸易，就有就有户籍管理，就有舆论舆论控制等等，全部都有。 但是，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他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解释方式。我们说，一个人跳楼，从楼上跳下来，有多少种理论可以解释啊？有无数种理论可以解释。我们有物理学的理论可以解释，有化学的，有政治学的，有心理学的，有社会学的，当然有有有经济学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呢，是在通过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而经济学只不过是大家非常缺少的、没有意识到的其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重要的角度。好、啊，像在奇葩说里面，我跟蔡康永老师也经常互相啊、呃、互相 PK 啊、互相比较、攀比我们之间的观点啊，提出我们的不同观点。其实两个人加起来才是最好的一对。为什么不像？<笑><笑> 呃，还有呢，就是经济学原理的使用呢，也仍然要看具体的约束条件。比方说，经济学家他善于讲理论，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他要做生意要做得好，他不他不见得做得好啊、呃？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对最基层的、最具体的现实条件的把握，他就没有在。 现实条件当中的商人啊、呃，或者每一个个人，他们那么了解，他们就很难做一个正确的代入，对情况的评估，他们做的就不够在现场当中的现实当中的人那么好。而且呢，更重要的是，现实当中的人呢，也有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的选择。最后，我们能看到的是那些赢家留下来了，那是他们让我们看得见。所以，我们要知道经济学的理论背后还有一个代入的问题。 当然呢，经济学家之间呢也还会有不同的争论，有不同的讨论。你比方说，呃，然然后大家的理论呢也还要经历生存的检验问题。比方说，两个礼拜啊、呃，十月初吧，三个礼拜前吧，哎，十月初是多少？三个礼拜前吧，我们在啊、呃、瑞典，我跟我以前在北大的同事周千仁老师带着一帮学生在那里做啊、呃、游学。 在瑞典呢，啊、呃，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据说呢，瑞典的小孩呢是最放纵的。瑞典的家庭呢，对小孩是最最不会使用任何暴力、最最最放纵的教育的。家长不可以，当然不可以打，不可以骂。但是，呃，不仅如此，连冷暴力都不行，对对,对，对他们的态度差一点都不行。 小朋友从小呢，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呃，老师就告诉他们，只要你家长对你不好，你就可以举报。举报完了以后呢，政府就可以剥夺父母的抚养权，把孩子呢送到啊、呃、别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家庭去去养。那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理解起来就挺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小孩儿有时候。 批评当然是可以的，严厉的批评也是可以的，有时候打骂一下也是可以的，打骂也是也是爱嘛，是不是？我自己呢，就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呃教小孩的方式，我觉得严厉一点是可以的，啊、呃，但是瑞典的小孩呢是出了名是难带的，在北京据说呢，呃，在这些带小孩的阿姨当中呢，就流传是只要大家都不愿意接这个这个呃瑞典家庭的，因为是他是最淘最淘气的。 周老师呢，就有不同的观点。他说：“你不知道，你看你就不能够接受新鲜的事物。”他说：“你不知道，有些家庭因为父母有问题，对，因为打骂对小孩造成的心理的影响，你也不知道公养。供养就是拿到外面去公家来养，它带来的好处。有时候流水线的作业、标准化的流程，这样对小孩的身心培养啊、呃，会更好。” 诶，我当时听了觉得觉得也有道理，我当时就就就停住了，我就在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又想起周老师在以前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就曾经提过啊、呃，陈云他就写过一篇文章，讲养猪到底是公家养好还是啊、呃、私养好。陈云呢就列出了啊、呃、十几条呃区别，说私人养猪为什么会比公家养猪好？ 哎，这时候我就想，这挺奇怪。你看，周老师说养猪是自己养好，私人养好，为什么养小孩他比较主主张这个瑞典的那种养小养小孩的方式呢？ 我回过回回到家里面，呃，就翻各种各样的书籍来看。我准备再跟周老师呢，再再对证一次，因为我们都听说瑞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生活的天堂，一个标准化的生活。但是我们很少听说有谁是移民移民去瑞典的，他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创造？有谁是做了什么？我们听到的这样的故事很少。 为什么连高晓松也也写过文章说瑞典怎么怎么模范，但他自己也没搬过去住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在讲经济学原理的使用的时候，也仍然有不同的使用的标准，啊、呃，仍然经济学家之间呢，仍然也会啊、呃、有这个争论。那么最最后一个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呢是哲和邓世爵提出来的，他们说想问一下薛老师，参加这一季奇葩说的辩题观点当中，有没有觉得？ 啊、呃，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出来的结论和现实情况不符的，有没有是啊、呃？选择了持方以后上台听了以后啊、呃，被辩手说服说服过，改变过自己的观点的？啊、呃，我自己回忆起来呢，我在准备这个辩题的时候，通常我们是。 早一点点知道辩题，然后啊、呃，我会想想这个辩题是应该用经济学的哪个角度去看。我在这么多辩题里面，如果不剧透后面的的的辩题，前面已经播出来的辩题当中，我觉得最难回答的，我想来想去，我都不知道该用哪一条经济学原理来来回答的，就是第一次到男朋友家啊、呃、吃饭，要不要主动提出洗碗？ 这样一道题，到底是用哪一条经济学原理呢？我想到的是两条，一条呢就是说，呃，路径依赖，就是你今天洗了，以后都会洗，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洗，今天就就不洗。呃，路径依赖，这是一条一条原理。这周先生老师也讲过，你头一天上班的话，呃，要不要给同事打水、打热水？有很多同事、很很多同学上班第一天，为了表现一下自己，对不对？就给同事、给给给前辈打水。 但是这个水一打就会怎么样？就会一直打下去。你天天都要打水，有哪天你不打了，大家就觉得哎，你看你变了，你看你变变变坏了，没那么尊敬啊。但是如果你第一天能够忍住，第一天不打，你就不打，你就一直不用打水，啊，这个能够给你赢得时间。你哪天偶然打一打，大家还会表扬你。那这是路径依赖的理论。那么。 呃，当然还有另外一套理论，呃，也跟他对立的是信号理论。他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呢？很重要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发出来的信号。如果你愿意主动啊、呃、洗碗，那发出来的信号是说你比较啊、呃、投入啊，你比较认真啊，比较当真，这会鼓励你去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呃吃饭要洗碗。 那么到底是洗还是不洗呢？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没有想到该呃应该是选哪一个。这这是这是也其中的一个例子。幸好呢，当时啊、呃、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要被重用、重复使用，所以我们导师呢是不需要表态。那我们当时就没有表态，就就就跳过了这题。 有没有被慈方说服的、说动的啊、呃？其实有过一次，呃，我已经被说的挺感动。他们整天说我没有感情，这是、这是、这是不对的啊！特别是小松老师，他经常说薛老师没有感情，他是错误地理解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感情生活啊。<laughs> 呃，但有有一次呢，我确实被说的挺感动的，就是陈明啊、呃、说潇潇的故事那一段，就是啊、呃、那个辩题是父母呃重新找到要要重新结婚要重新找到新的伴侣，小小孩呢不不喜欢啊、呃、要不要阻挠？那么啊，肖呃,呃陈明呢讲了潇潇的故事那一段啊、呃，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潇潇小时候他自己很。 很难受，他不，他不能接受的一个理由。那一段我被被被真的说动了，我挺想，我我其实已经眼睛已经湿了，但是我在想我要不要擦眼泪。如果我擦，如果我擦，那个镜头一定会捕捉到。这时候我的人设呢就没有感情的经济学家呢就会被改变。那我不能让他们赢得太太容易了，所以我就坚持不不不动，我就坐在那不动。所以结果他们也没没捡到那样的镜头。但那次确实我被被说动了。 但是那个经济学原理本身，我讲的那个汉德公式，说谁容易啊迁就，谁来迁就？这个原理本身其实是没变的。就小朋友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不能够迁就。但是我原话没呃被剪掉了一部分。我原话是说小朋友永远是一个例外。这这句话被剪掉，但是我后面说那句意思还在。我是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是越来越不该阻挠。那那这个也还是符合啊、呃、这个原理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呃，奇葩说这一次的辩题爱情题挺多的，我发挥的呢，呃，因为爱情题不不是我专长，我是尽量发挥。以后要是还有第六季，如果呃对，还有马东老师呢，一直是呃，他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评论。从第一天起，我一直不断的打探，我到底这么做好还是不好？啊、呃，说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他从来没有在在化妆间，在任何情情况下，他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 指引反馈说你这样是做的对的，或者做的不对的，他就说你做你自己就行了，就是随便你怎么怎么都行。啊、呃，看上去是满意我的，那但是不知道，因为人说的话跟行动啊、呃、不一定是一致的。真正看他满不满意我，大家知道标准是什么？啊，看下一季有没有欠我。啊、好好好，我现在先休息一下，把时间交给小七。 好，大家好，我是薛兆峰经济学课的主编，我是小七，呃，应该有很多是刚进来的同学，我再快速的简单介绍一下这场直播，这场直播是一次。 特别的感谢仪式是感谢薛兆峰经济学课的三十万位用户。嗯，今天呢算是薛老师跟我们用户的一个小别重逢。薛老师的任务呢就是要解决大家近期正在关注的特别有价值的九个问题。这九个问题呢，你可以在主讲区看到，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组。刚刚薛老师完成了第一组问题的回答。如果你现在感觉还意犹未尽的话，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薛兆峰的头像，然后订阅课程。薛老师在课程里。 都有非常非常系统的讲解，嗯、呃，薛兆峰的经济学课这门课已经完备上线了啊、呃！如果你进入商学院点击薛兆峰经济学课的话，可以在简介里看到这门课的一个课程大纲，嗯、呃，呃，你可以看到这门课程分为了八个模块，我只挑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呃，前前四个模块也就是经济学的四个本源是整个课程的核心内容，因为这四个本源是人类一切。 是呃，是人类一切活动都绕不开的四个根本难题，所以薛老师会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学概念和工具辅助一些现实世界的真实处真实场景，带你了解，呃你带你了解你所处的这个社会到底有哪些最基本的运行规律，看看人们是怎么利用经济学思维来平衡这四个难题，以及给出了哪些解决思路。然后学完这四个模块，你就算是基本掌握了经济学的地道的经济学思维。 你会发现，你看待身边的现象，嗯、呃，评判对错的标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你你看待这个，你看你看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了，你变得更加理性了。然后第二个部分，我想重点介绍一下里面，你可以看到第七个模块是经济学的应用系列。呃，薛老师经常说，所有跟生活无关的，呃，所有跟生活相关的经济学才是地道的经济学。我们学习理论也是为了。 对实践做出指导，所以这个模块展示的就是经济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情况，嗯、呃，包括商业界、法律界，呃，还有教育界、环保界等等，嗯、呃，当然，如果你看了这一季的《奇葩说》呃，嗯，你也会发现经济学离那些特别真实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是非常接近的，只是在接触经济学之前，你可能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好，呃，我只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模块，呃呃，总总总之，经济学课呢是一个你只有靠你只靠碎片化的时间就能系统完成的一门地道的经济学课，呃呃，如果你想做一个复杂社社会里的明白人，欢迎你订阅薛老师的经济学课。 嗯、呃，我刚刚在出现的时候已经说了，这次直播给三十万用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薛兆丰、嗯、呃，罗振宇、马东联合签名的一本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啊、呃，这现在呢，我就来公布第一组获奖名单，请各位同学听好，他们是德尔塔、极地阳光、许新雷、程晓玲、赵宏宽、波斯雄哥、尹帅、荼蘼花开。 miss 柳柳和故人阡陌，呃，如果你刚刚没听清楚的话，也可以去到主讲区查看这个获奖名单。待会儿我再出现的时候会公布第二组的获奖名单。 同时，也有很多用户在后台问我，说，呃，他已经是老用户了，但是今天特别想买一份课程送给自己的朋友。嗯、呃，我现在可以给你跟大家同步一下，你现在去到天猫店搜索“逻辑思维”，可以看到薛兆丰经济学课的嗯、呃、电子礼品卡。啊、呃，你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团队成员。尤其是一个团队，因为你们每天都有密切的协作，所以你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也能。 能帮助你们达到更高效的沟通和协作。好，呃，接下来有请薛兆丰老师回答用户的第二组问题，是关于个人经济的经济学问题。好，谢谢小七。我们第二组的问题呢，是关于个人经济，哈，啊，就经济学用到个人的问题上的，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居住，一个是家庭，我们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问题呢，是很多很多用户、很多很多观众啊、呃、在问的，因为在《奇葩说》里面呢，呃，有一天有一个辩题叫做啊、呃，高薪不喜欢的工作和低薪喜欢的工作，应该选哪个？ 那天我那么巧，就刚好呢没有参加这个录制。我整个奇葩说第五季呢，全部全都参加，就那一天没有参加，那错过了这个这个那么好的问题。那么呃，后来呢，我也尽量想着办法，在其他的辩题里面有相关的地方，也多多少少说了说了一点内容啊、呃，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都没有把它集合起来。那今天呢啊、呃，系统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嗯、呃，高薪不喜欢的工作。 和低薪喜欢的工作，第一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你要知道这是工作，不是游乐。我们说世界上有你喜欢的巧克力，有你喜欢的游乐场，你可以用钱买巧克力，你可以去游乐场玩一天，但是不会有游乐场说你玩了一天玩的真辛苦啊，我给你两百块钱作为回报，不会的，因为你是用钱买的享受。 而工作呢，怎么怎么怎么角度看，无论如何，它都是辛苦的，都是付出。哪怕看上去很具有娱乐感的工作，大家呃每个人都说很喜欢这份工作，实际上都是背后都有辛苦的付出。所以呢，我我说第一点，第一点是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喜欢不喜欢的工作，只有报酬高不高、足是不是足够高的工作啊。在只要不触及底线的范围内，所有的工作啊，只要不触及你个人的道德底线。 啊，或者这个这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大多数的工作你都是可以做的，只要他的回报足够高，那那就可以了。但是回报足够太低。 那就不能成为工作，那就成为一个业余的爱好。我很喜欢读《红楼梦》，假如你很喜欢读《红楼梦》，那红读《红楼梦》能成为工作吗？不能成为工作。但是只要它回报足够高，你编《红楼梦》的字典能够卖多少份，那那那就是一份工作。如果它回报足够低，那就只能是一个兴趣。这是第一点，你要认识这是工作，这不是娱乐，你必须付出。第二呢，我们要看我们所说的收入高还是低。 我们要看终身收入，而不是看瞬时的收入，这一点也很重要，也是刚才我们两次一反复强调的，是要有要引入时间的概念。这一点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啊、呃、特别重要，因为年轻人你其实只不过是工作的开始，只不过是在尝试不同的工作的可能，只不过是在啊、呃、摸索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时候如果你斤斤计较，说我这份工作高一点。 高两百块钱，高一呃两千块钱，你就要选这个呃，放弃那个，是这样做选择呢？你你看的范围呢就是太窄了，所以你必须呢要看这个长期，看你终身收入。看终身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你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模范，你的长辈、你的前辈或者你的领导。你要看工作二十年、三十年后，如果你能做到他的位置。 如果你觉得那太好了，太理想了，太满意了，那你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做，你就应该不管不管苦不管累，就去好好做。我很长时间觉得做教授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啊，我将来永远做教做到退休，那都都心满意足了，那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啊。如果不是的，如果你觉得哎呀，如果我花三十年的时间做到这个位置，那太浪费了，太可惜了，我人生时光就这么就这么花掉，那你就要打算。 准备要要换工作，啊，怎么换？不是当场换，你要做好各种铺垫。反而你这知道这个这个行业不会，这个工作你不会做很久的，所以你要看长线。第三点呢，是你要注意自己要看要怎么看工作的回报，你是要看它的全部回报，还是工作的货币回报？如果你斤斤计较，说给我多一点钱，少一点钱，你看到的回报只不过是金钱的话呢，那你看到的是太窄了。 许多的工作，当然我也说是，尤其是年轻人的工作，最重要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你当中积累的经验、你积累的信誉、你积累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你比方说，我在呃，你要看到所有整个 package、整个整个收入的全部。你在北大教书，你在任何地方教书，其实当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报不是钱，不是成功感，是他的学生。 就你能够看到，这是学生有很好的学生被你教过啊，那这是这是最最大的回报。那今天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这三十万的同学当中就有非常优秀的学生啊，包括马东老师啊。那个这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就你你你就要你你就会你就会很好的权衡你自己的目前的工作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的你的你的工作。每一份工作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份工作都是下一份工作的前奏。你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你接着呢就会有下一份工作。这是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的。第三点，我觉得这这一点更有更有意思。我刚到北大的时候，还是周其仁老师，他很多同学围着他就说怎么找工作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应该找工作，应该让工作来找我们。”他说我。 甚至他,他自己就从来没找过工作啊！我就，我说你不是说话不腰疼吗？就是你你你那么厉害，你不用找工作，但其他的人得找啊。但仔细想想我自己，我回想一下我自己，看来我也是我没有去找工作，都是工作来来来来找我自己的。你看，我最早写专栏，我最早写专栏的时候，我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位专栏作家，我就是在网络上面博写了一篇短的博客。 贴出去以后两个月，有一位编辑就来找我，他说：“我把你的这篇博客登出来了，从此以后你就请你给我们这专栏写作写专栏。”这是一次到北大教书，那也是啊、呃、受到邀请。那我想来想去，留在美国还是回回国？那最后就就就回国，到罗振宇老师这里做得到的这个课程啊、呃，也是被当时的启纳。 呃，劝说让我来来来做这个课，我百般推推却，说不不不，我们不要。那见一面见一面，罗老师，我说我也不用见，不是不喜欢罗老师，而是我肯定不会做这个专栏。最后是由于一次啊、呃，我们来这个做做做拜访，呃，罗老师就说，那你提前一个小时过来，我们就聊一下。提前一个小时过来坐下来，那那也没办法，我只能就说我不是开门见山，我就说我不是你要的人，我不适合做这个专栏。 那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专栏，呃，我我说我说普通话就说不准，说话也说不溜。我跟那个玉泉、啊、跟其他人比起来，根本就不就就不善于说话。他说我派人去北大录过你的课，啊、呃，回来听过，我知道你上讲话讲成什么样子。哎，我觉得他知道我最最差的一面啊，最最底线啊，呃，那我觉得这是真爱啊。所以我哎，我这这时候我就我就我。 就就软化一点，接着他他他再说了两句，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做不好，我不会让你上线诶哎，我觉得他也爱惜他的羽毛，他不会就就这样硬把我推出去。第三，他说你可以做这个专栏，可以当做一个社交媒体，你可以认识一些新的人，有人这么做的，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就相当于你写一本书。 诶，这个想法又很吸引我。这三句话加起来打动了我，最后我又隔了半年的时间推出这个专栏。这个工作不是我找的，是他找我的。奇葩说那更是这样，我怎么想都想不到我会上这个、呃、这个综艺节目，对不对？那当时最早是马东老师找我说想当我让我做个顾问，挑一下选题啊。呃 经过很长时间，他要请我吃饭，呃，没什么诚意请我吃饭，因为他一再改吃饭的时间和地点，先是晚饭正式的晚饭，后来改成午饭，后来呢就改成说喝下午茶，喝喝咖啡，最后呢在咖啡厅坐下来也没给我点咖啡，就服务员倒了一杯白水。他开门见山就说，本来我想请你做顾问的，但是呢现在想请你做导师。那时候呢我也从来没看过《奇葩说》，我说那听起来顾问和导师有不同啊。 不同在哪里？他雇顾导师要出镜，我说我这样子行吗？他说可以啊，因为他，<laughs> 因为他心目中已经有罗罗老师的样子了，是吧？<coughs> 呃，这是我我说呃，我是学者啊，我不能穿你那些花衣服啊。他说我以前也对付过学者啊，所以我也能尊重他们。这反正两三个回合，我们说的很快，我我已经被他说服了，我就说好啊。 那这时候，那个呃，总导演那个李楠楠才进来。李楠楠进来，说点什么咖啡啊？那个马东老师说不用的，不用点了，我们已经谈聊完了，就喝那杯白水就，就就离开了。工作不是不是我找的，是他他找我，结果我也没把他当太当真，我觉得马老师会后悔的。 会反悔，到时候会出什么新状况？就说，诶、哎，我们不做了什么的。所以我一直也没有看奇葩说，是最后签了合同了，合同都签了。最后啊呃,呃，小贤说，呃，薛老师，你不能不看了。当中不是你以为的上台就能讲的，你一定要看看看清楚。他给我列了个表，所以我才做功课，才才看奇葩说。所以这工作是找过来的，别人找过来的。诶、哎，为什么？为什么工作会找你啊？那是因为，那是因为。 你把你手头上的事情做好了，许多人喜欢听别人的成功经验，喜欢打听现在的宏观经济怎么样。他眼睛盯的是别人，你不可能再做那个你旁边的那个别人了。你到手的机会，到手的工作，你要努力做好。所以我说这个工作这个题目，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信不信？当时我们有个辩题说，能者多劳算，别人说能者多劳算不算坑你？算不算被坑了？ 我说：“你信不信？这道辩题的重重重点是在于你信不信？你的努力是有人看见的，是有人感觉到的。这这在这个职场里面，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是有人知道的。你信不信？有人不信，觉得我努力的是白努力；有人信，他只要努力了，是最终是有人看见的。其实呢，是有人看见，看看不看得见，其实是看得见的。人家是很容易知道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而已。所以你只要相信，能够能够做到。”那 做好自己手头上的事情，有人能够看得见，那你就会做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跟这个刚刚相关的，找工作还是工作找你相关的是，是你要关心别人给你什么，就你得到的是你问的，你问别人要的，还是别人给你的，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大家在自己现在的岗位上可能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工资太低了。那好，假设你想想。 领导问你，你要提工资，你提多少都可以，你开个口，你说要提多少吧。你想想看，你敢提多少？提百分之二十？提百分之五十？翻倍了不得了。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敢说要让自己的工资翻倍，要不不敢提那么多。但翻倍那也只不过是翻倍而已。真正的好的收入是下一份工作、下一个工种、下一次完全不同的机会，不是你现在的岗位上能够提高多少。 那下一次的岗位，下一次的机会在哪里呢？是别人给的，别人给别人为什么会给你呢？是因为他们看见你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个想法，这个想法，这三这三四点加起来，第一，工作不是娱乐，一定要付出；第二，工作要你的收入要看长长长线。 不是看瞬时，第三要看全部的回报，你的经验、你的声誉、你的机会，而不是仅仅看看货币。第三，关注别人得到什么，比关注自己得到的更重要。这个这样的想法，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在社社会上从来不跟别人说。 自己需要什么？你家里要买什么？这样别人不会理你的。你从来要说你需要什么，我能帮你处理什么，我能给你做什么贡献。我自己出去，现在当然很多邀请做做这样的演讲，那样的演讲。其实我从来就是关心我的演讲能不能给别人带来一点知识，对不对得起人家的时间？如果对不起，那我就不讲。如果真的自己觉得心安理得的，我才我我才去讲。那这样一步一步做的话呢，是。 有人能够看见的，这才是真正的上升的渠道，这是最好的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的啊、呃、状态和心态。那是这这是这道题哈、啊，很重要的一道题，很有意思的一道啊、呃、一道辩题，奇葩说里面的。但是很遗憾，我错过了高薪不喜欢和低薪喜欢，到底选哪个？我自己的背后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关于工作的。第二个呢，是一个同学问是关于啊、呃、居住地的，到底是到二三线城市比较好呢？那里的呃生活的成本比较低呢，还是在比较集聚的大城市比较好？啊，是怎么选择？我觉得在选择当中，每个人当然他有具他们具体的家庭的背景，他们具体的约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自己总的想法是，到集聚的地方，到人多的地方，啊，到更大的平台是。 让自己的价值能够发挥的更大的一个呃呃一个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我经常说呢，我在课程里面也说过，假如在美国你是一个穷人，那啊、呃、你有一套房子，你有两辆汽车，你可能还有一条游艇，有两养两条狗，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啊、呃，你生活在阿拉巴马州。如果你是一个富人。 那你也有同样一栋房子，也有两辆车，也可能有一个游艇，也有两条狗，有一个家庭，有小孩你生活在纽约上东区，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在什么样的平台上，你自己跟什么样的其他的资源搭配，这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 自己举过另外一个例子，是我自己读博士的学校，我拿博士学位的学校不算是啊、呃、很好，在美国不算是很好，不算是一流的大学，就是 George Mason University。但是他的那个经济系算挺不错的，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尽管是这样，这整个学校不算是很好的，不算很好的。我在那待待了五年。 然后我自己去读啊、呃，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去美国西北大学，在这个芝加哥的西北大学，那是一流的大学，前十位的大学。有什么不同？你看，那房子是一样的啊、呃，可能还没那么好，没那么宽敞啊、呃。看见的物物理上的景景观是一样，图书馆也是一样的。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感慨是，我在西北大学头两个礼拜，我刚去头两个礼拜，我就把我心目中的经济学家的英雄。 还活着的那些英雄，全部都见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经费，让这些大经济学家飞过来，简单的开一个会，开一个 seminar，吃个吃个午饭，给大家给一个免费有有有 pizza，大家就可以听他讲。那然后他就他就他就离开。他有大量的钱是用在这些软环境上面的，用在这些这些呃呃。呃 呃，来的人上面的也只有美国才会这样。呃，王石也曾经说过，他在呃哈佛大学的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他说，呃，经常有人拉他去听讲座。呃，你说听什么讲座啊？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这这，我刚从中国回来，我还不知道中美关系嘛，就不听了，在待在家里了。谁讲啊？顺便问一句，基辛格讲，你要去听吗？啊，台海关系？呃，这这个这个呃。 呃，台湾的某个某个某个政呃政客讲，哎，你觉得就就很有意思。所以呢，呃，在什么地方啊、呃，跟什么人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特别也是对对年轻人来说，要看要看长远。第二呢，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呢，不是为了过完日子而过日子。大家很多人呢，会有一种啊、呃、程序，有一个时间表，说我要买房，要生小孩儿，但这个房跟那个房是不一样的。 啊，生这个小孩跟陪伴这个小孩跟那个小孩是不一样的，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把过生活呢看作一个程序，而应该呢啊看重它的它的它的质量。而如果你要看重它的质量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特别是女性，她就会往后推她结婚的年龄、生育的年龄，她会她会往后推，而做做准备。而因为我们的平均寿命更长的话呢，她做这个前面的准备也是显得更值得的。 那么这是关于啊居住居住地和工作地，我觉得跟什么人搭配在一起是是是非常重要的。 呃，最后一点呢是关于家庭，呃，就是父母啊、呃，这这这个也是奇葩说里面的辩题，是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同学说我是九四年的新青年，思想方式发生很大的改变，但父母呢要求我做这做那。我记得奇葩说里面有道辩题就是我、呃、父母要我回家乡，但是我想要在大城市发展，我应不应该听他们的？那我觉得越是现在的青年，应该过一种笑而不顺的生活吧。 就是他孝敬父母，但是有自己的主张，过自己的生活，而同时呢，也要让父母慢慢的理解这一点。我觉得呢，啊、呃，其实父母呢也是能够逐逐步改变的，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年轻一点的妇女，呃，的的的父母，啊、呃，也是能够做出改变的。越是到现代社会呢，啊、呃，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越个人化，就是我们越不生活在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集体，啊、呃。 任何一个固定的家庭，他能够接触到的面非常广，选择的范围非常多。最后呢，是自己替自己负责。而如果你能够替自己负责，能够为自己开创一条道路的话呢，将来给你父母能够给你父母的资源，其实会更多，其实会比你好像很孝顺，待在家乡或者做你父母让你做的工作啊，最后能够给他们的选择会啊更多。 啊，这是我用经济学的方式呢来回答三个最常遇到的三个问题，关于工作、居住点、呃居住和家庭的三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其实还有买房不买房的问题呢，在我课程里面都有讨论，都有都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那好，这是第二部分，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小七。好，谢谢薛老师。 嗯、呃，薛老师真的很惊艳，每次回答问题都想尽可能多的给大家多讲一点。现在直播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但是我看直播间还有三万多名用户在在坚持观看，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接下来呢，呃，接下来会是薛兆丰老师回答最后一组问题，然后就会请上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嗯、呃，奇葩说的主持人马东老师、呃，我就要问他三个很尖锐的问题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嗯、呃。 我知道上周我们薛兆丰经济学课突破三十万人的时候，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是新同学，而且很多都是因为我们的老同学学完课程之后觉得非常有收获，然后是迫不及待的，然后把课程推荐给了我们的新同学。嗯，当然刚刚我也说，如果你想把课程送给你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天猫商城搜索逻辑思维去购买薛兆丰。 的薛兆丰课程的电子礼品卡，但是我忘了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目前还处在双十一的返场期间，所以你一定要先领券再购买。现在领券的话可以直接优惠二十元，嗯、呃，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去购买。然后接下来我会。 跟大家公布我们今天第二组获奖的名单。呃，如果你刚刚没有听到前面的直播，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呃，这接下来这十位同学会获得罗振宇、马东和薛兆丰联合签名的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也是一个限量版的哈。呃，现在我来公布一下十呃呃第二组名单，他们是阿阿来福、杨浩、天气岩、永远的自己、不顾一切、西西、露露里。 风絮，寂寞，风生水起五七三，嗯，恭喜以上十位用户。如果你没听清的话，也可以现在打开直播主讲区查看名单。嗯、呃、嗯、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本周内联系你，然后为你寄出礼物。接下来有请薛老师，马上进入第三组问题的回答，是关呃是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 好、哦，谢谢小七哈。第三个部分的问题呢，是关于宏观经济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先回答一个啊、呃，很多同学问的好几个同学问的，关于现在大数据杀熟，刚过了这个双十一，大数据杀熟的问题怎么看啊、呃？同学说，现在这种用数据来杀熟的情况，如果不去抑制的话，啊、呃，一天天继续让它发展，迟早有一天会遇到瓶颈，到时候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我觉得呢。 我们经济课程里面解释过，其实价格歧视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啊、呃，价格歧视这两个字听上去不好听，因为它有贬义歧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经济学的含义，它只不过是区别对待。如果你看它作为一个区别对待的话，你就不觉得它不好。啊、呃，实际上我们使用价格歧视的方法使用的最多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机票。 我们没有谁两个人坐的飞机花的机票钱是一样的，但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从来不会问旁边的那个人你花了多少钱，我花了多少钱，然后很生气，你会这样吗？不会。呃，虽然我们都是同时到达，花的钱不一样，但是你会啊、呃、非常坦然，你会完全接受。杀熟的情况呢也是这样，只要你知道我们经济学里面解释过啊。呃 只要是交易，它就会有交易的剩余。交易剩余既不属于买方，也不属于卖方，而属于他们双方共同拥有。多一点，少一点都会发生。你只要有这样的心态呢，你就会坦然坦然接受。而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想要区别对待一个人的这种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前父母啊、呃、给你选对象，用的是大数据，用的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程度的大数据，用他们的经验。 今天的人力资源部门 HR 找人的时候、选人的时候，用的是各种问卷，用的也是他们现在能够用到的大数据。现在的保险公司在筛选不同的呃用户，在确定不同的呃。 保险的价格的时候用的也是大数据。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我们选人选伴侣选朋友用的都是大数据。那么为什么有一天这个大数据忽然变得非常精准了，我们的这个判断的技术非常啊、呃、高超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不接受呢？这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最后呢，我们是越来越接受，每个人呢会被甄别的越来越清楚。那我们要接受的是呢，被甄别清楚以后，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差。 而是只会变好，因为在无法甄别对象是谁的时候，别对方别人给出来的价格，那是一个平均的价格。当别人能够正确的知道、准确的知道你的品质的时候，他们就给出一个准确的价格，那是符合你的价格。而没有人呢？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不会有人因为被识别而被而产生贬值的。你只要被识别清楚，你知道自己的定位，在。 大规模的合作当中，你就一定能够找到我们讲我们的比较优势原理，你就一定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定位。当你和别人合作的时候，哪怕你在绝对优势上每一项都比别人差，但你仍然有你的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是你自己跟自己比的。 比较以后，你就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做你比较优势的事情，集中做、集中精力时间做你这个时间成本最低的事情，然后跟别人交换，你的收入会提高，别人的收入，整个社会的收入都会提高。所以呢，被识别是一件好事情，用大数据来来做甄别，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还有呢，是因为一个人呢被识别以后，我们在讲隐私的时候也讲过，被识别以后呢，啊、呃。 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被识别、被被关注的时候，你自己会改进你的行为。曾经有呃有有这些学者做过这种自然的实验，就是我们上洗手上洗手间之后有没有真的洗手呢？啊，他会受到一个影响，就是如果旁边站一个人，他们放了一个摄像头在在在在,在记录，如果。 洗手间里面没人呢，有些人就洗手，有些人不洗手。但如果旁边站了一个人，洗手的概率会提高，因为你觉得有人看着你，这时候你会你会更加注意。所以我们今天的信誉，我们今天的大数据，其实我们在课程里面也讲过，已经达到非常啊。呃 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了。有一些啊、呃，贷款公司啊、呃，做评级的时候，他不仅看你的工资收入，看你的开销，同时还会看你的社在社交网络上面的发言，你是不是老是转一些不靠谱的帖子啊？呃，你你的秉性跟你的线线上线下的秉性是不是一样啊？啊、呃，你周围的朋友圈是些什么人呢、啊？这些都被列入大数据的计算范围内。那么，这是好事坏事呢？ 首先，我们要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一定有人在做。你已经被看得清清楚楚了，不要以为你没有被看清楚。你去哪里，你跟谁在一起，你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你在看什么内容，你在说什么话，这些全被记录了。那。 这时候，当你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你会变得坦然，然后你会做一个啊、呃、更好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啊、呃，杀熟这件事情，还有使用大数据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会做下去，而做下去的后果是我们会变得更好。另外一位同学呢，啊、呃，赵松同学啊、呃，问一个问题是啊、呃，我们得到平台另外一位老师的观点，问我的看法。他说，吴军老师最近谈到了呃网约车的问题，也谈到了垄断的问题。他说啊。呃 美国有些公司在购买芯片的时候呢，他们会主动按照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购买行业老大 Intel 和行业老二 A M A 呃 A M D 的芯片，防止这个垄断发生。啊，他说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应该呢？ 啊，我自己对这个看法呢是，呃，我对呃吴军老师的这个看法呢，吴军吴军老师讨论垄断问题已经有呃有好几次了，在过去两年里面我也留意到，啊、呃，没有正面的做做回应、呃，我自己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觉性，说我要为了维护市场的均衡而故意买一些落后产品的话，我不知道那些公司买 AMD 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只是为了维持一个好像是在竞争的状态而去买一些比较落后的产品的话，那他们凭什么？他们为什么有义务要付这个代价买一些差一点的产品呢？ 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每当我们买两瓶可口可乐的时候，我们就要主动自觉的买一瓶百事可乐呢？没有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说，我们主张市场经济是要有竞争的。如果真的是竞争的话，那就一定会有输赢，有输赢，那输家就得出局，对不对？你得让他输啊，你让他承受损失啊，不然就如果他不输的话，就不叫输赢。没有输赢的竞争，就不是真正的竞争。所以这当中呢是有悖论的。 还有一个产品，它如果做得好的话，它一定是用的人多，它一定是会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你很难，你很难隐藏一个信息，说一个产品是特别好，但是没人喜欢用，只有你才知道它是好的。这这这个可能性很低的。我我想起我啊、呃，很多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喜欢一个苏格兰的一个歌手叫 Enya。 这恩雅是吧？恩雅，他他很喜欢他，他喜欢到什么程度？他说跑到那个那个唱片公司，他说整个深圳当时深整个深圳只有两张唱片，他要把它全买下来，不让人家呃喜欢他，不让人家知道他，可能吗？那只是只是他的幻想而已。其实之前也早就早就出名了，后来唱片源源不断就在中国中国中国销售，所以啊、呃，我觉得。 关于竞争的问题，关于垄断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那些成功的企业，只要它不是因为行政垄断的原因而而拥有垄断地位，不是因为行政的手段呃呃取得这种垄断地位的，它是靠竞争取得它的市场份额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容忍的。我觉得是能够让它做大的，能够让它享受一阵子这个垄断利润的。 而真正对他们起制约的，不是我们伸手伸到这家企业内部，说要拆分它，是说要管制它的价格，或者非要去扶持一些本来就扶不起来的竞争对手，维持这个市场上啊、呃，我们所谓的心目中想象的那个竞争者的数目。比方说，在芯片行业，两个够吗？可能你说两个也不够啊，你要扶持三个、四个，不是这样去扶持，而是说让他竞争，让赢的人赢。 让输的人输，让好的产品就有更大的市场占有率。那。 我们用什么制约它呢？用长期的竞争。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范式、新的方式来去来来来去取得取代它们。好像我们过去看 A D 呃 A T N T 呃公司，它的长长途电话它做得很好。真正取代它的不是说我们要去肢解它、拆分这个公司，而是我们看到后来有微波，后来有互联网，后来有其他的技术能够取代它。这是真正的一个一个竞争，就是范式。我们希望用范式的取代。 啊，那些的范范式的方式来取代那些在竞争当中取得垄断地位的企业，而不是用一种粉饰的方式、人为的方式来营造一个啊、呃、竞争的局面。石油也是这样的例子，我们这石油公司曾经垄断过相当一段时间，但他们的日子已经差不多屈指可数了，是吧？我们新的能源有各种各样的新的能源，已经差不多要取而代之了。那么，呃，这是我对垄断问题的看法。 呃，这是两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啊、呃、个人，呃，有好多同学问经济现在的状况以及个人发展当中的关系。上个礼拜我刚参加去香港参加了香港的青年博鳌呃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有许多青年人，他们也讨论啊、呃、个人的发展问题，讨论香港的发展的前途问题，也讨论到当呃在。 在呃，深圳，在香港，他们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啊的前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刚才我略微说过，许多人都关心经济发展的状况，觉得它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关，确实有关，但是那个关系并不是那么大。我们没有人出门的时候决定自己穿什么衣服是要去看全球的平均气温的。 你不会说出门的时候，哎，我到底要不要穿毛衣？要不要戴围巾？我看看全球气温是多少，全球大局是多少？你不会这么看的。你看什么？就看你门口的气温，就看你打要打算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气温，你来决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经济的大势对自己是有影响的，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哪怕是整个市场变得非常非常好，你可能做的不好；整个市场变得很糟，但是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自己会做的很好。 而且很可能，更可能的是，当整个市场做的不好的时候，正是你做准备的时候，正是你找到新的契机的时候。当整个市场变好，那是你收割的时候。所以呢，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是，我们要去看社会发展怎么样，我们要关心一些宏观的话题，比方说全球的经济走势怎么样啦。 国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怎么样啦？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啦？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社会公益啦？等等，我们应该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但是在考虑自己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太多的去想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责任推给社会，而应该落到自己身上。你去问我自己能做什么。 我自己能有没有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我没我自己有没有更好的积攒机会？还有很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和乐观、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互相感染，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前途，做好自己？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好，谢谢大家。我现在把时间再交给小七。谢谢大家。 好的，辛苦薛老师。今天这场直播是我们得到感谢三十万位用户的一场感谢仪式。今天我们邀请来了呃奇葩说的主持人马东老师，但是在请出他之前，我先要公布我们最后一组获奖名单，请大家听好：是袅袅炊烟、杨学浩、李奶奶家苹果园、我就是我、董宁、英爱、Candy C C、学习、Jason、运雷。 恭喜以上十位同学，你可以在得到主讲区看到你的名字，然后我们本周内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为你寄出礼物。嗯、呃，薛老师今天分享了，呃，回答了大家的九个问题啊，大家一定很有收获。嗯、呃，我们很多老同学。 你现在打开我们的得到的主讲区，会看到一组海报，你肯定非常有共鸣，因为学完经济学以后，你看很多问题的方式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也跟你周围的人不一样了。所以欢迎你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人，一起加入这次这个经济学课堂。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马东老师再次出现，然后我会替我们的用户问他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来，好,好来了，我站这边。嗯，好，好。好 非常尖锐的问题、啊，非常尖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马东老师，你为什么会邀请薛兆丰这样一位 <laughs> 看上去又严肃又乖巧的学者去参加《奇葩说》呢？你觉得这是一种冒险吗？啊，不是那个，他他挺乖巧的，但是谈不上严肃吧？薛教授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嗯。 所以乖巧是对的，然后我为什么要请他来？没有，我觉得我在《奇葩说》嘉宾邀请上请罗振宇已经很冒险了，然、啊、后这次还行、啊，是降低了风险之后的考虑啊。这是一次保守的选择。嗯，对。好，那第二个问题，马东老师，你连续两年都邀请了得到的老师，包括罗振宇跟薛兆丰、嗯，嗯、呃，这好像是暗示了得到和奇葩说。 在某种气质或者是价值观上有一点点的重合，可是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一家很正经的公司，嗯、是一群很正经的人在做一件很正经的服务工作。嗯、然后您怎么看？这就、呃，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对彼此的误会，你知道吗？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家很正经的公司，并且都觉得对方不是，你知道吗？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得到。 就是第一，主要是因为个人的交情感情啊、呃、很好，所以彼此之间相互的这种帮忙都没有什么可，就是不计什么成本。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我觉得我们跟得到真的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娱乐节目的《奇葩说》，跟得到不太一样。得到好像是一个向上攀援的绳索，然后我们就是爬累了时候喝坐那儿吃的那包薯片儿。 所以它刚好是从两个方向能够帮到啊、呃、我们共同的那些用户，然后我们特别期待，我们自己也是得到的忠实的用户，所以我们也是经常顺着得到的绳索往上爬，但是我们爬着爬着，我们就老想坐下来吃一包薯片儿，嗯、呃，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合作挺好的，嗯，嗯，非常感谢马老师，嗯嗯、还有第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哈。 薛老师在《奇葩说》现场经常被蔡康永老师 diss，然后还竟然还跟着其他几位导师学坏了。然后我想问一下马老师，你觉得你当初看走眼了吗？教授还是原来的教授吗？呃，薛教授没有学坏，他不用学。<laughs> <laughs> <laughs> 他也，他也，我觉得，我觉得康永哥还是阅人无数，他就是一眼就识破了薛教授。 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其实他只是帮他放大了他身上的那一面然后教授当然还是教授，因为我们对教授的最高评价叫做叫明士风流。然后明士归明士风流还得风流。然后所以在经济学课程里面，得道负责薛兆丰教授明士的那一部分，我们负责放大他风流的那一部分。但是现在放大的还不够。 如果薛教授能够在《奇葩说》第六季里面出现的话，我们让你看到一个真正的风流的薛教授 <laughs> <laughs> 好。好，最后给马老师一个机会，呃，问薛老师一个问题。啊、呃，太好了，谢谢。来，嗯，薛教授，来来来。来 <laughs> 薛教授我，我没有准备的。没有，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经济学原理失效的时候吗？ 有啊，有很多失效的。比如说呢，在家里就不是这样，<laughs> 所以你们家是一个不太讲效率的环境。我们家里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嗯，我在家里是个小霸王。不可能吧？<laughs> <laughs> 啊，是吗？对对对。哎，但是。 以我们的了解，好像不太这样。不能不是，是能接哦，不能接了，不，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继续追问。可以，可以，可以吗？就是说你好像哦，所以你太太是什么人？呃，上海人。呃，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人？是个女上海人。啊，我其实好想问，你知道吗？我好想问。啊，算了，那这样，好。你第六季问呃，你呃，对你第六季的合同还没签呢。你你的生活里面。 你自己主动去做过一件违反经济学原理的事情吗？有啊，那人不是理性胡闹嘛？只要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就会胡闹。所以我经常说，你呃发脾气算不算非理性？大家都说会，这是算非理性。嗯、我说你经常跟你的上司发脾气吗？我今天又把老板骂了嘛？嗯、不会，嗯嗯嗯、你经常会把下属骂了，嗯、把孩子骂了，嗯、把家人骂了，嗯、因为你骂他们的成本。 然后他们发脾气的成本比较低，但是成本低也还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对,对,对吧？哦，对对对，所以就没有就不符合，完全不符合，<laughs> 你就要任性一次的那种。哦、对我在家里已经很任性的，不，你不能，我一个问题你就往家里去躲，哦、你就、哦、okay, okay 就是就生活当中，你跟罗振宇接触的过程当中，嗯、你有没有过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时候？ 有啊，比如说呢，我要的分层不够高啊，<laughs> 所以你知道吗？当理性穷尽的时候，<laughs> 就是感情升起的地方、uh huh. 啊，这个。Uh huh. <laughs> 我跟你要的更远，好，所以咱们有感情，对对对，好啊，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马老师，谢谢薛老师，好谢谢，好感谢大家观看今天这场直播，嗯，感谢大家坚持到现在哈，呃，如果你觉得有收获的话，欢迎推荐更多的朋友加入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然后我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嗯，谢谢大家辛苦，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哎，你们不是说这个直播是有美颜的吗？我怎么看着、啊、不像有美颜的样？样这已经美完了。美了、啊、你一会儿把罗振宇刚才那个发给我看一下。<laughs> 好，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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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师。拜拜